自兰州到武威要经过铁路山岭隧道吴烧岭，20公里右岸一眼难尽。驶入漫长的隧道，我们将经历由低沉到光明的历程，如同在黑暗中生长，无声的累积，刹那间冲出洞口，见天日，见坦途，见玛雅雪山，静静卧立于眼前。我是郎永淳，请和我一同体验途锐15周年逐鹿远征之旅。Volkswagen.